机会和农民户回合都不要，这些狗子给方便夜吹的集结令。我怎么还有可能输啊？是得出多厉害的船我才会输。想知道为什么点甲板杂兵啊？因为我想点水滴对着，因为四杠四跟二杠二我说实话差别不大，先教育一波，差点把人吹爆了，已经有家宝了。哎，是个台词，光压来了，哎，这把没机械人难顶了。五本有机会找光牙，绝路啊，送货就送了，飞回来就是了。哎，这把崩了。大手出粮出后果，那万一没出不是血亏，再来个人把他锤了就是了。野兽爬，我要这个海盗体系吗？我手握双后格，我要这个海盗体系吗？我操，还有个灯神，干戏啊！还行，这是家地图，他打不过我，是正规局。我点了，下轮点灯神啊，这轮拿个灯神，先看看有没有掉灵魂怪物，不亏钱可以。这张战力肯定没有降，就很容易算的一件事啊，我舰长带一个海盗对吧，肯定不能说是降战力。谢谢 KPD 的集结令，谢谢墨衣老公的集结令。喝啥呀，喝豆浆。你看台词死了，拉满飞台词就完事了。工程给我变。哎，你来反了，我的这三个麦郎，拿他拿他。等我电表转起来，自然会有瑞文。瑞文，等我电表转起来，自然有瑞文。我还赢了，我操！不是。差点给他点了。怎么还是我打野？那得点一个龙魂怪，不舍得点个猎妈吧。奥克又是你，瑞文有战斗力，双剑长在什么怪没有战斗力？他直接把那家收了，那我是不是找个食鬼已经无敌了？哦。
直接卖了算了，拿个瑞我们不会损，随便吧。我咋又是你？哎，来个海盗啊！老钱一下就起来了，快啊！死鬼就过，拿个死鬼，费用一下。你把人打死了还想玩玩呢，他把人打死了，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，没死就行了，看看他下毒什么是吧，惊喜是吧，打平了是吧，可以接受，我打定死这个杀死。哎，我想着定时鬼把他烧了，顶住了，兄弟，顶住了。
哼，乔娃执着啊。안 넣대? 냠파스